我以后就要他顺，他是不行。别生气了，奶奶领你去吃西餐，啊。干娘，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我吓着你们了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我们家没有你要找的人，奶奶，赶紧让他走。大娘，我是来找周主任的。周主任，你是考生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条件，还想考艺校？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考生，是我家闺女要考试。你，孩子的家长？是，我是孩子的妈妈。奶奶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他是孩子的家长。你别逗了。大娘，你就让我见见周主任吧。我家孩子跳舞跳得特别好，而且他为了跳舞吃了不少苦，你就让我见见吧。一般考不上的学生家长都这么说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撒谎的人从来都不会说自己撒谎了，就像醉鬼一样，才不会说自己喝醉了呢。大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见吧。呀，还没走呢，等着我呢。你这小矮子怎么回事啊，阴魂不散呢？啊，滚。你认识他？妈，这是考生家长，孩子没考上，非想赖着找我嫂子走后门，你说这不是害我嫂子犯错误吗？对不对？哦，这么回事儿啊。你走吧，他不在家，我们要去吃饭了，走吧。孙，那你们走吧，我在这儿等着就行了。你这咋给脸不要脸呢？这是你来的地方吗？孙子，孙子。大娘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见周主任吧。如果周老师说不行，我以后就再也不来了。跟你说过了，他不在家。哎呀，奶奶，我们赶紧走，别理他。我警告你啊，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就烧死你！孙子，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打我干嘛？大娘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见周主任吧，啊！我求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行啊，你看他怪可怜的，啊！孙子，你家就去吃去，西餐厅我就不去了。奶奶。哎呀，我这身上又没钱，我咋带他吃西餐呢？臭小子，都给你吧。哎，大侄女儿，小师傅带你吃西餐，完了咱打游戏啊。去吧，别乱说话啊。快去吧，走走走走。走吧。哎，进来吧，进屋等吧。不用了，我就在门口等着就行。行，你们在这等吧。是我，你是谁？周主任，我是孩子的家长，
我的孩子，他从小特别喜欢跳舞，然后他就是想成为舞蹈家。我这次来，就是希望您能通融通融。他没考了试。这岳父校长真行啊！啊，这能想招，什么人都往学校里带。周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啊！不行，这是学校的规章制度。周主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样不好。上次岳父校长他也跟我说过，我也知道您是大主考官，肯定一般也不会走后门，但是这次你就帮帮我吧，网开一面行吗？周主任，我女儿跳舞跳得非常好，我求你了，要不周老师，我女儿跳舞真的跳得非常好，我求你，你就给她一次机会吧，要不让她在这儿给你跳一次。没必要了。周老师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哎，你说完了吗？那就早点回去吧，啊。周老师，我求你了，你再考虑一次吧。谁让你来的？你找谁去，好不好？再见。哎，周老师，我求求你了。
干啥呀？把奖状咋都给摔了呢？你咋了？获这么多奖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没有学上？你妈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？她能有什么办法？她只会上当受骗。醒醒！醒醒！邱老师，我的孩子真的特别想学舞蹈。别再说舞蹈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你这样会感冒的。邱老师，我求你了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都是我的原因，是我把准考证给弄丢了。所以他才没参加考试的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他没参加考试？对。怎么回事？朱老师，是这样的。哎，不理说话，我找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快松手！松手！金宝呢？松手！我不松怎么的？松手！我就不松！松手！松开！是不是？我快让他走！哎呀，我发现他现在劲儿挺大呀，他这下把我给薅的。真是，都怪我！如果不是我把准考证给弄丢了，我们家孩子他就能去参加考试了。周老师，我们笑笑跳舞真的非常好，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哎呀，真的挺遗憾的，他已经错过了考试的时间了。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啊！我求你了。那这样吧，你把孩子带过来，让我看一下。如果他的舞跳得真的很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
好，周老师，那谢谢您了，太谢谢您了，谢谢。来，快坐这儿，冷了吧？没事。有希望啊。周主任说了，会给咱想办法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人家没跟你要钱呀、啊。周主任他人挺好的。你看谁人都挺好的。周主任说让我带着你去。我告诉你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可不想丢人现眼受侮辱。笑笑，你得相信妈，这次绝对和上次不一样了。是啊，笑笑，你妈给你找这个机会多难得呀，你得去。周老师说要看你本人的舞蹈。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多是吗？你那舞蹈跳的那么好，怎么能是丢人呢？人家试都考完了，我再去又算什么？周老师不是说了吗？他会给咱想办法的。要是学校能走后门的话，我看也不是什么好学校，上不上都没什么用。笑笑，有机会咱就得上啊！这种丢人的机会，我宁可不要。笑笑，我说过了，我不去。怎么办才好呀？我的孩子他说什么也不来。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老师，我求你件事儿呗。说吧。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去我家里边让我的孩子在家里边给你跳舞。你看我都已经为你破例了，他要是真的不愿意来那就算了。不是，他是愿意的，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梦想。我也是做妈妈的，我理解望子成龙的心情。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勉强他，跳舞真的是他最喜欢的。而且，之前他是因为有点小心结，所以才不愿意跟我来的。老师，我就求求你了，你就跟我去我家吧，啊！真的对不起，我时间有限。再说，我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没有考过试的学生专程的跑到你家里去。还有今天晚上，我就要去一趟省里，把所有考生的资料交给省艺校。也就是说，错过了今天，你女儿真的就没有希望了。周老师，我求求你了。真的对不起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出去，出去！笑笑，周老师说了，你要错过今天了，就真的上学没机会了。我不想听。笑笑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老师说了，要是真的错过了，就真没希望了。这孩子这么犟呢，哪能拿自己前途赌气呢？别说那没用的。我说啥有用？你说。我是说呀，眼下是让笑笑在主考官面前展示舞蹈。
可是，校长他不去，朱老师又太忙，也不来咱家。怎么才能看上笑笑的舞蹈呢？啊？哎，永生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原来笑笑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，你给他拍过照片？咱们把照片给老师拿去看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那不行，照片怎么能看出舞蹈好坏呢？那必须得影像。啥影像啊？就是录像带。啊，对了，不是，你干啥去啊？看到这规章制度，什么叫爱岗敬业？最起码你要懂得维护和保护你的工作。嗯，是，馆长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我不该上班的时候织毛衣。我没说这个，当然这也是不允许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该把资料随便外借。对嘛？资料是珍贵的，那是我们馆的财富。馆长，您放心，下次绝对不会了，所有资料拒不外借。小张，我就说你那脑袋怎么不开窍呢？怎么能拒不外借？那领导写个条，打个招呼，那就必须借。干什么事要灵活一点。好，你忙吧，不要再织了啊。同志，同志，麻烦你个事儿，帮我找一下杜笑笑的影像资料。什么杜笑笑、刘笑笑的？说清楚点儿。就是全区青少年舞蹈大赛里边得第一名的那个。没有。不是，我记得当时文化馆好像专门派人录来着。那你找那录像的去啊。是他让我来的，他说影像资料已经入库了。真麻烦。哪个少年宫的？我不是少年宫的，我是孩子家长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这儿资料拒不外借，尤其是个人。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家孩子他着急用，而且他要给老师看，要不然他上不了学。你根本不符合规定。符合啥规定啊？必须带有直属领导许可。啥是直属领导许可？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就你这样个不高，穿衣服那么土，你能认识哪个大领导啊？虽然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能争取啊。别费事儿了，哪个领导家的大门冲你开呀？说了你也不认识。同志，我就求求你了啊，你帮帮忙，通融通融。我正忙着呢，哪有功夫搭理你啊。同志，我就求求你了，我家孩子他必须得考上艺术学校，你说他要是考不上，他就还得等三年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这三年是不是穷，可是我养一个艺术生是真的不容易。你说我就为了给孩子省钱，
我连公交车我都不敢坐，而且他要是再碰上一个演出或者是参加什么比赛，我还得四处的借钱，借钱给他买演出服。可是这演出……行了行了，别吐苦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那男的你看着了吧？啊，看到了。他就是我们馆长，只要他同意了，我就借给你。好，谢谢同志，谢谢同志。馆长在吗？馆长。哎，馆长不在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去省城了，出差，刚下楼。谢谢啊。要说呀，也不能怪你笨，得说我们馆长太敏捷了。我们馆长那可是出了名的一阵风，要不是今儿他有事来找我，平时我都找不着我们馆长。你看，我这要签字报销的单子都压了好几个月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呀，同志啊？你别烦我了，我这儿忙着呢。同志，我就求求你，你干嘛呀？你看见你干的好事儿，这可是我花了一个星期织的，你赔得起吗？去我帮你织，我织的很好，我帮你织。我用不着，同志，我求你了，我帮你织，你给我录像带啊！你还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手续不合格，一律免谈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求你了，同志，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不要你了，别再来了。同志呀，我求求你了，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！妈，你能不能不去省城啊？哎，不行，妈妈要去办事儿。可是你一去，顺子他又该欺负我了。有奶奶在，敢。就是他敢。啊，对了，妈，如果那个女的来找我，你就让她去火车站。啊啊啊！走了啊，听奶奶话。哦，走了啊，妈，再见。再见。
笑笑，妈妈一定能让你上艺校，你放心。Thank you.
嗯。